睿智明亮的双眸，洞彻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沉稳摄受的法音，唤醒了众生昏迷的自信。和善亲切的威仪，蕴含着不舍众生的慈悲。这位八五高龄的长者，毕生从事于多元宗教的义务教育，他就是我们最敬爱的上净下空老和尚。净空老和尚学习佛陀圣贤教育60年，弘法53年，即一代大哲方东美教授、藏传高僧张家呼图克图、如佛大家李炳南教授三位老师的教学精华于一身，融会贯通，深达旨趣。信而好古，述而不作，至诚感通，深契今佛如古佛再来之心要。老和尚生于战乱之际，自小颠沛流离他乡，念念祖国，不舍苦难众生，深刻体会世出世法德学之成就，端在纯净二字。治国安邦，和谐世界，唯以诚敬心学习圣贤传统文化教育，绝无批评比较，才是根本。除四库全书、四库会要、乾隆大藏经外，近日更大力提倡印赠学习群书制要、国学制要二书，截取孔孟仁义忠恕、大乘真诚慈悲之精要，汇集老人言成册，深信21世纪将为中国传统文化普遍全球的世纪。悲智无尽，慈悯群生，随缘妙用，洞彻世界宗教是一家的本色。为佛教证明为佛陀教育，是老和尚出家后第一桩大事。而近年来团结多元宗教，为宗教证明为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尊崇的教化，更是其重要的理念。但是这两个字翻得好，这个意思太好。照中文的解释，宗具有主要、重要、尊崇的三个意思。那教呢？这就是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那后期来讲呢，宗教是主要的教育。重要的教学，值得尊崇的教化。多元宗教交流是老和尚除讲经教学外一桩重要的大事。2009年10月、2010年3月，老和尚分别至悉尼拜访澳洲多元宗教各个道场。如果他说他的想法是说婚姻全部在结婚。2010年5月，老和尚应邀为马来西亚宗教代表团顾问，访问梵蒂冈。交流中，
教廷对信众人数年年减少甚感忧心，对世界灾难频增更思化解之道。老和尚特别提出，宗教若只偏重于祈祷，则世人多认为迷信，对社会无所贡献，唯有提倡宗教教育，深入学习，真正落实，才能使世人对宗教升起信心，明了祈祷的理论依据。今日世界动乱之由，即是东方社会忽略圣贤教育，西方社会舍弃宗教教育。宗教信仰者唯有不断深入圣贤教诲，才能明白多元宗教文化学术本是一体，世界本来和谐，则一切冲突纷争、天灾人祸自然化解。2010年7月始，净宗学院正式开办多元文化课程，并以温馨晚宴为平台，加强多元宗教的交流。多年来，老和尚与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长老、新加坡回教长老哈比哈山已结为好友，数次应邀至其府上叙旧畅谈。对多元宗教团结、相互学习的理念深有共识。印尼已故前总统瓦西德长老，更为老和尚国际上难得的知交。2011年元月，85岁的老和尚不顾旅途颠簸，特至印尼泗水祭奠长老之墓，堪为忠义佳话。孝亲尊师，知恩报恩，续佛慧命，常怀薪火相传为己任之忧思。老和尚悲悯全世界灾难频繁剧烈，自2010年4月5日起讲净土大经节演义，每日讲经2到4个小时，至今已超过600小时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二。老和尚常于讲席中勉励有志弘传圣教的青年同修，以三根教育为德学基础，再选择一部经、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十年苦读，厚积薄发，必有大成。后面事情，德行第一。德行里面是以孝敬在是根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观无量寿经
净业三福前面这两句，是出世间法的大根大本啊。那你没有这个根，你不会成就，再用功懂得方法也不会成就，成就有限啊。那你要是有根，那个成就就不一样啊。学佛成就是神仙，学佛成就是佛菩萨，学道成就是神仙，这真一点都不假啊。所以你懂方法啊，那德行啊，儒释道三个根扎稳，一生要守住，功身保持啊，不能失掉啊。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把文言文学会啊，文言文不难，要采取背诵的方法啊。这个方法在中国用了几千年的，很有效果啊。背古文，背注解啊，有分量的，100篇就够了，一个礼拜背一篇，2年就完成了，这是基础啊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啊。基础奠定好之后，那要记住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用10年的时间啊，十载寒窗一举成名，10年专攻一样。专攻一样是戒定慧三学都在其中啊。专攻一样这是持戒啊，一门深入是修定，定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智慧。一般说起来根性利的3年就得3倍，差一点我想4年5年心定了，7年8年开智慧啊。根利的话3年得定，5年就开智慧啊。智慧开了还不要变，一定要把它修足10年。为什么？你根深蒂固。老人家叠帽高龄，轻盈矫健的步伐，永远迈向随顺境无贪痴，处逆境无嗔恚的弘法大道，层层提升。简朴自奉的生活中，所为无非是继往圣绝学，开万世太平的圣贤事业，始终如一，实为一切众生的典范。自云尘寰扰扰，如说修行，敬业历千磨而不退，业海茫茫，亲近善友，欲入兼白人以自持。在此四众弟子至诚以效法弥陀大愿，认真修学六合之心行，恭祝老和尚光寿无量，法轮常转，祈愿佛陀圣贤教育遍地开花，使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已时，灾厉不起。